老法吧。我就适合老房改造啊，专业帮素人提升硬件，专业不容置疑，实力成就经典。老王素人改造第一期，我们不专业，已经为你极限着想了，老板你不用想了，你现在不用背负太多的心理压力，你把眼睛一闭就行。出主宠是四，出副宠的话也有一个持国，化魂大众宠啊，五技能全红，有须弥。我总共给你花了1700万，好吧，老板，你的素人改造就等于成功了啊 ，OK 吧？如果你还想继续玩的话，我就去给你挖那一本高法报啊，然后把高法报帮你拍上，3000万就有一只两红的须弥了，随便吧，老王信任，我的钱都是打图来的，这个合完一个，你应该有一段时间不用打图了。高法报，好吧，老板，你的3000万，一本高防御，一个五技能须弥啊，高魔心化魂啊，帮你完成了任务啊。这个就叫专业，老板，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尊贵，1亿的资源干出了5-6条赛道啊，他怎么亏？先来本兽诀，来了动物园，抓紧时间炼妖，主宠放前，副宠放后，恭喜你喝出了披舍童子。披着童子6技能带须弥，边肯定能抓住一边，再加上一本高级魔之心，1个7 1个8，1个4 1个5，衣服没加敏，腰带没蓝字，灵犀玉也没有啊，那就只剩下一本高魔心和一个杯子了，兄弟们。